执照这件事情，我以前曾经有演一些戏，我不敢说什么，但是总之呢，我有演戏。对，然后我觉得我演不错。我也这么觉得。对。那个，我演槟榔西施，对，很不一样，跟现在形象不一样。我跟闪灵的 Doris 一起演，然后大家都以为，我们一开始也以为闪灵的 Doris， 因为他在台上就是一个那样嘛，所以你很理所当然会觉得说 ，OK， 那他应该是演比较强势的那个角色，就没有他本人就是一个妹子。所以这件事情导致最后变得比较强势的是我这样，所以我在里面骂了大量的脏话。那这件事情就是我本来是一个不会骂脏话的人，因为那个电影我很努力的练习怎么骂脏话，但是我现在没骂太好。对，但总之呢，因为那个电影的关系，我写的这首歌叫做《Sayonara》，然后它也是真的是贴合那个角色的心境以及就是那个戏的氛围，所以它其实有一点现在。听会觉得哦，那个年纪怎么写一首这么江湖味的歌也是蛮屌的。在某种程度上，它是一首直率的歌，然后它也为我开拓了一个崭新的可能性。这样，那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一直很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再写出好的台语歌，所以后来才有《绿子的心》以及就是可能像给阿柔，如果你们听过的话。给阿柔后都没听，然后还有最近又在写了一首新的台语歌，对，那总之呢，对，他算是开启了我的事，而且还有那个金马奖，都讲，好了，总之就这样，那对，希望。四个和弦，加了。